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精英运动的家居运动。今天应该是第三节，是的，今天我们会做这个膊的，做个膊头 ,shoulders, 是的。那就在开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多谢大家的支持，给个 like 我们，同埋在 YouTube 的右手边呢响个啷啷，那就有些新的片都好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好啦，做膊头呢，我们平时可能在健身室啊，咁样会用这些哑铃啊或者杠铃的推举。咁其實喺屋企都做到喎，所以你見到我開始就已經坐低咗啦。咁可以點樣做法呢？我攞兩支，攞兩支水啦。咁呢個 1.5L 嘅，咁你預算佢大約 1.5kg 到啦，1.5kg 係啦，咁重到啦。好啊，跟住喺呢度開始啦，跟住推上去，推上去，好冇？推上去，好嘛？推上去。咁重點係慢，因為呢啲重量咧，對於你哋嚟講一定係輕嘅。咁所以咧，聽到冇水聲咧，咁就啱啦。我啱啱都窒一窒咗下，係啦，冇水聲嘅。點為之冇水聲啊？啲水唔係咁錯嘅，咁即係話你個速度係慢，咁就啱啦。咁如果你有啲朋友覺得喂1.5公升我未做過喎，好重點好唔緊要。喺呢段日子咧，我哋都有啲特別嘅器械啊，留翻喺屋企用嘅，好冇？咁而家就未必太需要，咁而家俾佢當做係一個小哑铃啦。呢、這個係600ml，所以大約係600g、600克重度。咁咁樣做啦，非常之輕鬆，好嘛？重點唔係要快，唔係要快嚇，快係都識做，慢 ，OK， 慢慢感受。好冇？好啦，呼吸咯喎，吸氣，呼，吸氣，呼，吸氣，呼，同埋咧，亦都要坐直個身啦，腹部微微收緊啦，咁樣係啦，唔好咁樣做。啊，你冇見到我冇挨住張凳係點解？因為同一時間亦都可以保持自己身體嗰個嘅姿勢啦。第二最重要就係鍛鍊埋腹部，好冇？好啦，呢個第一個咯喎。好啦，咁第二個嘅動作咧，我哋就做一啲。俗稱叫飛膊，好嘛 ？lateral raise 嘅動作，好嘛？咁平時咧，可能大家喺健身室咧，咪揸住哑铃咁樣上咧。誒，而家唔怕啦，我又有，仲好添，有埋兩個勾波勾住個手指。咁點樣做咧？企直個身，好冇？膝頭哥微微屈曲，唔好蹲直嚇，永遠都唔好蹲住個膝頭哥，微微屈曲，將兩個，我叫佢做哑铃啦，好嘛？將兩個哑铃係啦，咁樣上，慢慢落，上，慢慢落 ，OK， 節奏係慢嘅，啊，或者我嚟呢一個，又嚟呢一個嘅 feel 俾大家睇下啦，慢慢落，好嘛？見到我呢個手踭咧，個手踭係固定咗個位置嘅，所以你就可以集中喺個膊頭度啦，上，落，上。好啦，吸氣啦，首先吸氣先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好嘛？好，下一個啦，又可以同大家玩下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呢一個係8公斤嘅米啦，係嘛？咁啊有排食噶啦，其實啊，咁啊點樣做好咧？今次咧，我哋可以加多個。這個重少少啦，好嘛？兩隻手捉住呢度，好冇？咁樣，跟住咧上嚟嘅時候咧，個手踭係向出嘅，好似一個 V 字咁樣去嘅，好嘛？咁就集中響嗰個中嘅膊頭嗰度會比較多啲，好嘛？咁但係咧放鬆條頸，同埋咧個人咧唔好攪腰，企直個身，膝頭哥微微屈曲，收一收個肚，好冇？上，慢慢控制住。啊！呢包米都起好多條片都出過嚇，咁 啊，如果多人買，希望你又支持翻我哋公司啦嚇。好，咁啊講笑啫。好啦，咁今日咧我哋做咗幾個嘅腹部嘅動作咧，希望大家都中意啦。咁啊嚟緊幾日之後咧，我哋又出另外一條片做第二啲嘅運動咯。咁啊到時見 ，thank you。